Hello， 你好，我是彭永森，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歌手同埋系一个歌唱导师。早几年咧喺香港嗰边发展啦，咁除咗唱歌之外咧，我仲会创作自己嘅作品嘅。咁所以之前咧就系 Cash 嗰边嘅会员嚟嘅。咁但系近几年咧，因为发展核心翻咗嚟澳门啦，咁所以而家咧就系 Marker 嘅会员啦。咁我知道呢，無論係 Marker 定係 Cash 都好啦，都係會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嘅集體管理機構一樣聯合起嚟去保障音樂創作人嘅版權權益嘅。咁之前呢亦都非常榮幸啦，可以成為 Marker 嘅音樂大使，咁亦都跟住 Marker 呢去咗好多唔同嘅學校去宣傳音樂版權嘅知識，同埋推廣音樂創作，提高下一代嘅版權意識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件事，同埋非常重要。咁樣先可以鼓勵更多嘅音樂創作人咧，去創作更好、更多嘅作品。今年年頭嘅時候咧，我亦都參加咗 Marker 嘅流行音樂大師班，咁我亦都增值咗唔少啦。除咗分享之外咧，亦都學咗好多新嘅知識。我之後的創作都會是用回裡面學到的東西去發酵提煉，放在自己的新的作品裡面。其實呢最近也都推出了一張新的專輯叫 My Sunshine， 就是大家聽個名字都知道，就是就這樣聽是不知道的，因為你以為是陽光的 Sunshine， 其實呢個 Sun 是 S-O-N， 就是仔仔，就是我的仔仔，是啦，帶給我的一些啟發和日常的事啦，咁大家聽下呢張新嘅專輯就會知道㗎啦。裏面呢亦都係有我喺大師班裏面學到嘅一啲嘅處理啦，係啦，我都盡量提升自己嘅作品，做最好嘅嘢俾大家去聽，希望大家支持啦，去到各大嘅音樂平台都可以聽到呢張專輯㗎啦。只想得乖乖在